昨天凌晨三点多，大连沙河口区抚顺街一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突然起火，消防人员紧急赶到后将火情控制。据现场统计，有两辆私家轿车被烧成了空架子，至少五车有不同程度的损伤。据了解，起火原因疑似是一辆轿车自燃引发的。物业表示，具体原因以及后续处理事宜还需等待消防部门的调查。在此提醒大家，一定要定期给爱车做检查，以免发生意外。 最近，大连普兰店发生一起车祸，一辆微型面包车与一辆集装箱大货车发生碰撞。大货车位于内侧车道，两车几乎是迎面相撞，面包车车头部分几乎被撞没了，驾驶员不幸当场身亡。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，有目击者说，疑似面包车开上反道引发的事故。目前，对于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，警方仍在调查当中。